意思啊？我们这儿今天不营业了。我不吃串，吃火锅就可以。可这都我吃剩下的。没事儿，这不还能吃吗？第一次见你这么不讲究的人。我也第一次见你这种有生意不做的店家。有酒吗？哦，有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拿。火锅不是人越多越好吃吗？你坐下吧。好。OK。我说老板你啊，也别开什么烤串店了，就开个这种深夜火锅店，专门招待深夜独自吃火锅的人，就这种孤独的氛围刚刚好。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等我发达了，我规划一下，就这么干。这火锅味道太对了，我太想念这个味道了。你该不会刚从国外回来吧？这么惦记火锅？对啊，我是因为在澳洲。我也在澳洲。我在墨尔本。我也在墨尔本，这么巧。你有没有吃过一家叫 Glenfrey Station 中餐厅？特别好吃。哦，对对对，特别好吃，我也经常去吃。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可能缘分没到吧。这不是缘分就到了吗？来来来，干杯。哎，我还有点香豆腐，我拿过来给你吃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着，等着。好久没见了，你爽约我一次，我爽约你一次，咱俩扯平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压根儿没打算赴约。我会重新追回你的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有女朋友了。爽约我一次，我爽约你一次，咱俩扯平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压根没打算赴约。我会重新追回你的。